再也不相信。啊？咋的了？误了啊？我发现这是个死循环。啥意思啊？你看啊、哦，我年薪20万，我想找一个20万以上的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呢。啊，完了，我有车有房，我也同样想找个有车有房的，很合理吧？合理，非常合理。啊，那我今年29了，我想找一个30到35之间的，是不是挺相当的？嗯，年龄相当，非常可以。对呀、啊，那我问你，假设你今年35岁，有房有车，哎，然后有存款，一年30万。你会选择我吗？不会，我会选18的。哎呦我去，姐，至于吗这？至于吗？这屋这空调开的真的是比我的前任的心都冷。太有才了！你看他，像不像咱们公司门口拴了条狗？一天啊、哦。基本上就是玩手机，哎，把手机玩没电，给手机充电，边充电边玩手机。一大老爷们儿，手不离机，机不离手的，真的。哎，什么互相支持？嗯，那一机在手，天长地久；机不在手，他魂儿都没有。哎，就人类最牛的发明就是手机，真的。那可不，手机都干到了电视跟电脑呢。哎呀妈，何止啊！手表、手电筒、照相机、收音机、摄影机、游戏机、杂志、报纸、日历、钱包，他都中。对，哎，完最后再干掉你的颈椎，干掉你的腰椎，他不是在工作吗？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哎，老弟，你快给他看看吧，他那是工作吗？他那是空巢网民工作、啊。什么空巢网民、啊？就是人家用网络赚钱，哎，他呢，纯玩热闹，家徒四壁，主打一个参与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哎呀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呐！哎呀，嘉哥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越来越富态了哈、啊哎。主要是胖了。啊，这头发也打薄了是吧？啊，这个工作忙啊，这有点卸顶了，卸顶了。忙点好，忙点好啊，忙点好、哎。最近生意做得很大呀，听说哈、啊。哎呀，这是。瞎忙呗，哎，你呢？你做啥呢呀？哎呀，我这跟你比，属于还在基层呢。那你还那么幽默啊？哎，怎么样？家里还怎么样？就是老婆孩子还挺好的吗？啊，那个我们分开了，那当初不也是感觉年纪到了就结婚了嘛？那后来他在家照顾孩子，啊，哎，我生意也忙，他不理解。哎呀，这是价值观不一样了。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么多了哈，那个说你吧，你咋样啊？我还那样呗，就。哎呀，其实这次啊，我找你来吧，是有求于你啊。哎呀妈呀，你这么大的老板还能有求于我？那不会问我借钱吧？啊，那个给我介绍个对象。你借多少？10万。你想找个啥样的？那个年轻漂亮懂事的。卡号发我吧。哎，你咋就给我转10块呢？我给你转的呢，是我这杯茶水钱。啊，800年不联系，一联系就问我借钱，你肚脐眼子放屁，你咋想的？不是我，还让我给你介绍对象，你也不看看你满脸的黄褐斑，真的，你还要找个年轻的了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那800平的发际线，你还要找一个漂亮的了？天天在家里给你相夫教子呢，你都过不来，你还要找个懂事的了？我小天就看你不咋地，真的，怎么这现在还这样呢？破烂、哎！不是你咋的，跟粑粑似的。今天上山拜佛去不去啊？你妈跟我说话呢？啊！那真厉害，真的，有钱时候拜家，没钱时候拜佛呗。你看你这傻话，那我不行去拜一拜，求求财运吗？在求人求己之间，你选择了求佛；上班上进之间，你选择了上香。你可别为难呢。佛祖了，真的。我主打是一个心诚则灵。妈，还心诚则灵呢，真的。上辈子好吃懒做，这辈子没有工作，你不如拜拜我。哎，你要没有我的话，你还搁家里躺着呢，你认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瞧不起人。我妈小时候都给我算过了，说我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。啊，你用实际行动证明告诉你妈了，封建迷信不能有吗？说的对。那、哎、你说你咋不问我，我为啥上山呢？为啥？能为啥？花小钱办大事吗？花着几十块钱的香，许着几百万的愿，
真的是在努力赚钱和艰苦奋斗之间，你选择了感动上天。佛祖看了你就害怕。跟你说话真闹挺，口不对心还是来你与我心疼有心病毫无白不灵神。你这号算是废了，真的上午胸下午腿，晚上分尸半夜鬼的，完凌晨还刷到去缅甸北。你干啥呀，吓我一跳。那我有啥办法呀，抖音老给我推这玩意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尽管你已经非常低调了，老弟，抖音还能精准判断出你是什么货色。哎，不对，你咋知道我操啥呢？你是不是在我手机里安监控啊？呀妈，还用你安监控啊？那一天抖音给我分享800来条，咋你没朋友啊？没别朋友啊？你这话说谁没朋友啊？那我下个月准备跟我朋友去泰国，去缅甸，去那个柬埔寨，至少是一条线路呢。嗯，妈，那是一条线路吗？那是一条死路。那让我们几个人一块去，你怕啥呀？一块去的，一块回来呗。我都不怕你一块回来，我怕你一块一块回来。那到时候我还得拿钱去赎你，我哪有钱？那你不会分期付款呢？玩的。我怕他也分期给你发回来。上缅甸你真是了，到缅甸的地方，孙悟空去了都无力回天，猪八戒去了都得成盘中餐，唐僧去了立马到西天，哎，沙和尚去了都得挑着扁担运大烟。年轻人那么浮躁，你要上趟大润发都得攒2月钱，还要出国旅游去呢，真浮躁，你妈呀！又吓人，最近这杜苏芮影响太大了。谁呀、啊？歌手啊？那阿杜和苏芮。简称杜苏芮，简直一点文化没有！你家搁穷乡僻壤里头吧？你不看新闻呢？平时啊，台风，台风为什么还取个人名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台风的名字其实都是按顺序排好的。世界气象组织吧，旗下有一个台风委员会，完了之后，在1997年的时候吧，就决定了在西北太平洋和这个南海生成的一些台风，由受此地区影响的这14个国家一起，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，然后每一个成员呢，就是起大概就是10个台风的名儿，完了之后组成一个表格，然后之后就是从2000年开始就是开始就用这些名了，就循环着用。哦，那这次这个杜苏芮是谁取的名字啊？这么拟人？隔壁呢，史密特国提供的，他本来的意思是老鹰。但是吧，就是如果叫老鹰的话就容易混淆，因为以前那个小日子国的那个台风有一个叫天鹰，太相似了，完之后就采用那个韩国老鹰的音译，就是说白了杜苏芮在韩国是老鹰的这个发音。哦，那我可长知识了。哎，你怎么啥都知道？嘿妈呀，没有知识就多看电视呗，那家一天像你似的仰脖晒蛋啥也不干，不知道新闻时事，就知道直播间里刷滑稽。哎，挺巧啊，你也来喝巧啥呀？巧啥呀？我给你发信息，你咋不回我呢？你要我回你啥？你说前天咱俩相亲的，昨儿就问我行不行，定不定，今儿就问我结不结，干啥呀？素食爱情呢？那你咋那么着急呢？那肯定要确认关系啊。我不跟你确认了吗？我说咱俩不合适，咱俩没关系了吗？为啥呀？那我俩年龄、学历、条件那都很合适啊。那而且相亲那天不是唠挺好的吗？不是，我是给你台阶，你是真不下呀。是挺好，要不是第二天我就看着你跟个老妹儿在大街顶上又啃又抱的，我差不点就答应你了。那是我妹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还不如说你进组拍戏去了呢。那你跟你妹妹你俩这关系不错呀，又啃又抱的，跟妹妹关系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也不想骗你啊。那是他上杆子亲我的，那你也看到了我的财力，那攀附我的女孩太多了，那散发的魅力没人能抵挡啊。妈，你有辐射，他没人能抵挡。再说了，人家上杆子亲你，你不能躲呀，他给你打麻药了。臭不要脸！你搁哪儿就是来的自信？你觉得你自己可有魅力了呢？不是，你看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相亲久了，我麻木了。我见你那天吧，我当时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。只要这个人吧，他有能力，哎，有赚钱的能力，有实力，就瞅一眼其实也没关系。直到遇见了你，我发现我并没有那么爱钱。我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走。哎，最近网上都流行问那个结婚的好处，你说结婚有啥好处啊？那咋的？分圈子还分啥户型啊？哎呦，我的孩子！干啥呀？摆我这桌子？套圈啊？不是，这是我准备的情人节礼物。
情人节礼物。哎呀妈，这哪个能送出手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胸针啊。胸针？哎呀妈，家看着比你爹岁数都大，真的古董啊？不是。真的，一点不撒谎，老弟，就这玩意儿，拿潘金莲去溜达一圈，起码能换两皮手指。那人送礼物都送嘎心正面的，你他妈可倒好，整得像摸金校尉那出似的。哎，你这手链挺亮的，哪买的？就我这就可不就嘎心正亮的呗。我这搁得物上买的这个周大生的蝴蝶足金手链，寓意着魅力绽放，花开蝶自来，不错吧？采用的是5G 极光工艺，更闪耀吸金，还是品牌直发，正品有保障的。点我评论区还能抽100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呢。你要不我也买一个吧？啊，对呀。哎，不对。那万一我送他，他不跟我在一起咋办？谈恋爱这玩意儿本身就是风头，他本身那就是不可控的事儿啊。那可不行，可以骗我感情，但是不能骗我钱。啥？我的妈呀！真大家，你打游戏都往里头充钱，你喜欢一个人，你舍不得充钱。再说了，那你没钱，谁骗你感情啊？老弟，我送你一句七言律诗。啥呀？人生就像游戏，无法选择放弃；爱情就是买卖，没钱就得歇菜。有道理。如何看待松弛椅？那屁股也不长痘，也不出油。咱说这脸天天洗，还没有屁股皮肤好。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你搁那脸上套个裤衩子试试。行，双十一给我也买点面膜，我也保养保养。再一个是优惠券，是还有定金满减啥的。再一个姐这玩意儿咋整？省钱呢？不买最省钱。那咱说，那马某人多厉害呀，硬生生把光棍节变成了购物节。哎呀，这本质上没啥区别，光棍节吧是为了提醒你丑，双十一是为了提醒你穷。要我就不爱跟你唠嗑，那真累挺。不行，不买了，剁手呗。妈，人家剁手了，你能剁手吗？咋的呢？你的手不还得留着搬砖呢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什么档次跟我相亲？相亲的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好，我给你带了点橘子。啥？哎，我能给你只带橘子吗？来，还有一瓶酒。啊，谢谢。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档口卖鱼。逗你玩呢，我做俱乐部的。你看起来就好像年纪挺小。那你建议谈一场跨世纪的恋爱吗？啥意思？我00后啊。你没事吧？那叫跨年代，十年一个年代，100年一个世纪，吓死我了！我寻你2100年穿越过来的呢。呀，姐姐讲话铿锵有力呀、啊。嗯，我是带刺的玫瑰。彩虹，铿锵玫瑰。只要姐姐不嫌小，我就不嫌姐姐老。不是你一口一句姐姐我老的，你说我看起来特别显老吗？没事，姐，老又不怕，有韵味吗？就像这酒啊，越老越有味道。我送你这郎酒啊，酱香的，入口绵，落口甜，清香纯正，回味甘长。平时能酌上一小杯啊，可香了。双瓶礼盒呢，不便宜吧这个？呀，品牌方给的试喝呢，白来的。现在拼多多大力支持国产品牌，给到10000个郎酒的试喝名额，占口碑。每个名额整箱双瓶郎酒礼盒装了。想喝点，左下角链接抢就是了。链接还在，就是还有名额，填个收货地址啊，就有机会抢。话说回来，年轻人啊。就要找比自己大的谈恋爱，会学到很多的人生经验。不是，那你年纪这么小，你家里就逼你结婚了？没有啊，我不是被逼的，我就想谈恋爱呀。啥？我好像听懂了，就是没逼你谈，没逼你结婚，你就是单纯想谈恋爱了。然后你觉得我岁数大，上我这干来吸取经验来了，是这意思不？别这么说，你也不吃亏，弟弟是个宝。再说我也我有我的优势啊，你看电视剧《狂飙》那高启强。不就是因为没谈过恋爱，获得了大嫂的芳心吗？哎，你还跟高启强比上了，连高启强长啥样，你长啥样的？哪个大嫂能相中你？我一般不咋攻击人的长相，但是你的长相攻击到了我。就你的照片就放网上，都属于网络暴力。多年的结膜炎在这一刻都复发了。不想谈恋爱，你说你出来相亲，你岁数这么小，你出来相什么亲呢？你说呀，谁给你当练习册的了？破烂，什么档次跟我相亲？哎姐啊，我同学聚会，你把车借我下呗。我你自己没车呀？你的不有面吗？我那个差点档次。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擦粉进关的死要面子，你多大腚眼子穿多大裤衩子得了。
那主要现在同学会那不就是攀比大会吗？那大家混得好的，这个先生那个种，你不也种吗？长得种，废气种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在抱怨同学会变味之前吧，你先看看是不是自己能力欠费了，还是钱包劝退了。那主要是那有混得好的朋友，我寻思能不能带我飞啥的呢？咋的，你朋友是手机呀、啊、能开启飞行模式啊？那天天往家里一躺就知道玩游戏，走道都飞机还飞呢。那这不是你上次推荐我玩的深山海境太上头了吗？而且这款游戏不像其他的氪金仙侠，那还有选角界面呢。我昨天还用登录送的30颗血蛋孵化了一只废异兽，那马上就转世重生成五星猪刚烈了。那我现在是一边推是高阶异兽啊，一边搁那儿领取进阶福利就 OK 了。那当然了，也就是我左下角链接的真山海境才有真福利。哎，你说为啥毕业之后呢朋友越来越少了呢？圈子不同没法硬融，上学的时候吧这都在一个圈子里，毕业了之后吧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了几年就分出三六九等来了。哎，就像我初中时候挺好的朋友到现在不也不联系吗？你以为打败你们的是飞机高铁距离，其实就是圈子不同各奔东西了。主动寒暄吧，你说有又觉得哪儿不对，成年人的再会应该就是心照不宣了，人家一句改天吃饭啊、哦，你说你真能舔个大脸拿着碗筷上人家去啊？不，那你说我还去吗？去啊，你们不是能凑上人吧，你就肯定得去，但是不忘初心，老弟，你别管别人，你就是去叙叙旧去了。有时候世界真的很大，你不去刻意见面就真的不会见面了。有些人呢你已经见了这辈子的最后一面了，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觉而已，有机会就多见见。嗯，那个车这么保养呢？那你磨叽这么好多东西。我不喜欢别人动我手机，太粘人的和我不配，太拜金的和我也不配，太吝啬的跟我更不配了啊！孝顺很重要，结婚后啊又听我的话，也要听我妈的话。等等等等，那个你说这些吧，好像有道理，但不知道为啥就从那我跟你说，我这要求都不是很高的，还不是很。我给你总结一下啊，动你手机的和你不配，太拜金的和你不配，太吝啬的和你不配，不听你话的和你不配，不听你妈话的跟你还不配。不，你来干啥来了？你来配来了？你是种猪啊？粗鲁不文雅的和我不配。哎呀，我粗鲁了，我不文雅跟你又不配。这么的吧，唠点文雅的。你知道人生四大喜是啥吗？哎呦，当然知道了。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那你知道啥叫四大杯吗？四大杯啥呀？所谓四大杯就是端汤洒一怀，尿尿滋一鞋，拉屎抠破纸，放屁崩出屎。我外加一项，就是碰到你这个种族。你粗鲁，粗鲁，太粗鲁了。我想去马尔代夫。你想上天不的？都说再过几十年马尔代夫就没了。你放心吧，就是你没了他都不带没的，你只能没他前头。暑假了上哪儿溜达溜达呀？上中街呗。不，我说的是旅游，不是逛街。老弟你看啊，这个暑假假设你月入10万，你可以选择国外游啊，你月入5万你可以选择国内游啊，1-2万块钱你可以选择省内游是吧，5000的你可以选择郊游。那2000呢？2000梦游，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，还想着旅游呢，还马尔代夫呢。你这功夫你就回家去吧，你就抓紧时间躺着，你看你今天晚上能不能梦着马尔代夫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姐指定是更年期了，朋友们啊，指定的。哎，老板在这儿呢。啥事啊？坐。啊，那个我这个月工资少开500块钱呢，然后财务让我找你啊。啊。你这个月不是请了一天假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前天请半天假。请半天假一天算，王八的屁股规定。王八的屁股长疖子，烂规定，那怎么半天还能按一天算呢？那我周日的时候帮你去给客户送单子，你也没给我加班费啊。佳乐啊，你别不知道感恩啊，这个月公司可是给你涨工资了啊。是涨工资了，提成降了，现在忙死了，跑业务也没有以前挣得多了。不是老板，你这不玩文字游戏吗？年轻人不要那么物质，这是给你机会锻炼自己呢，这对未来的你来说都是阅历啊。老板，你以前是托尼老师吧？啊，
我感觉你是干洗头房的，你洗脑洗的不错，就一天没啥事儿，下班准开会，开会加班还不给加班费，一到周日休息的时候你准来事儿，哎，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，可准时了，现在剥削我们的时间，压榨我们的工资，啊，还给我画饼，谈什么理想，谈梦想，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早点下班。你想干啥呀？我想干啥？结账，我不干了，财务给我结账吧。